台湾话短命鬼应该安怎讲安怎写？夭寿短命。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：短命鬼，诅咒人短命早死的用语。用力。你这个夭寿短命，把我的钱拿去跋筊输了了。你这个短命鬼，把我的钱拿去赌博输光光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，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